接下来大秀解读戏曲里的《红楼梦》。每项体验当中呢，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呢，两位推新官就会获得一件有关红楼的爱情信物。第一项体验，诗会，玉带林中挂，就是林黛玉嘛。第二个，用戏曲去体验红楼。林姑娘来了，怎地来了？我相信，戏曲会让经典永不落幕。最美中国戏，本周六晚敬请关注。